做得更好，过得更好。亲爱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万万哦，欢迎你收看《台南向前行》。《台南向前行》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，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。同时，也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最新的资讯甲活动，欢迎收看。咱今天要介绍的是社会局吼，要讲的主题是长照 2.0 吼，要跟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吼，咱伫个居家吼长照的这个部分呢，啊，咱一寡长辈吼因行动的这个辅具啊，佮有咱居家吼无障碍这个设备的一寡吼这个补助吼。那么咱邀请的这个贵宾是咱台南市政府吼啊，咱的这个。局长哈，咱社会局局长陈荣之，陈局长，局长你好。你好，王官你好啊！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社会局局长陈荣之。根据哦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荷兰的资料吼，伊就是讲吼，咱一个社会当中呢，如果呢是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人口数占到7%的话，那么这个社会呢是叫做高龄化这个社会哈。啊，那是占14%的是高龄社会了哈。啊，占20%的话就是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哈。那么咱台湾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哈，刚入去到这个高龄社会哈啊。预估啦，哈，就是伫个2025年的时阵呢，就是要建立好这個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哈。那么要来照顾着咱哦，这个长辈哈，起码是咱政府呢目前上个积极哈在面对的一个问题。那么要安那来打造哈，咱乐活这个高龄的这个友善城市哈，这嘛是一直咱是啊，咱市长哈黄伟哲哈，伊要照顾咱长辈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政策。那么为着要来协助哈，咱每一个家庭伫咧照顾咱这长辈的时阵，尤其是一寡行动不便的这个长辈啦哈，啊，过来呢是要减轻吼，伫咱这个家庭当中呢，要照顾到吼咱的这个长辈一寡负担呢。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，伊也正积极吼咧推动着咱长照 2.0 的这个政策。那么其中啊，想讲吼，咱一寡长辈啦吼，因行动的辅具啦，或者是讲吼，咱居家无障碍的这个设备呢，等等吼，即个补助吼，这种是希望讲会当来帮助咱家的这个。家庭吼，啊，伫即个照顾着咱即个长辈时阵，会当吼来协助因，而且吼减轻因的负担。那么咱今日吼，就请咱局长吼来甲咱吼乡亲朋友来讲啊，咱这部分的即个照顾啦吼。那么是不是请咱局长吼，甲咱乡亲朋友来大概吼讲一下咱即马目前吼，咱伫台南市吼，即长照 2.0 做的即个状况。OK， 谢谢弯弯哈。是啊，即、這个其实吼，咱台南市呢。哦，伫前几区我还阁印象中阁33,000-2,000+，啊，即马到一个月的时阵呢，已经统计到303,289啊。嗯哼。啊，所以伊占人口数是即马是比较起来是16.18%，16.18%。嗯哼。啊，16.18%的话，占在整个失能率12.7%的比例来讲，要38,580。嗯，诶，这个长辈大概是安尼咧算法啦吼，38,800+个这长辈需要心灵照顾。嗯哼，啊，所以咱已经16.15%，哦，啊，所以他已经到了他所讲迄个高龄化社会。啊，高龄化社会时，咱安那要针对这适龄的长辈来给提出照顾。他所讲30,000+，38,800+，当然啦，又轻。当中轻中当，对，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的状况，系无同啊，所以需要提供服务的部分，来当减相对的减轻家庭的负担，是，哦，这是目前是政府要去思考的物件，所以伫长照1.0到进程长照2.0一直在调整，啊，所以要安那样好在。处理有只长辈照顾，会当达到较完善的支持。嗯哼，我想这是咱目前为止长照要做的工作。嗯哼嗯嗯，是。哈多话，咱局长就讲到这個重点，就是讲吼，咱一寡吼这长辈吼，伊失能啊，有可能吼，有人轻啦，啊，有人较中度啦，哈，有人可能较重度啦，哈。那么每一个人需要。得到的这个照顾当然不一样啦吼，啊，但是每一个家庭吼，伊要照顾这失能的这个长辈吼嘛，唔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吼，通去应应啦，还是去应付啦。所以咱政府吼，咱们这部分当然吼，拢希望讲吼，协助咱的民众吼，尤其是些照顾的人，嘿，他们很辛苦呢，因为因照顾的是。长年累月啦，哈，经年累月，就对对对，这样子长期下来，有当时啊，迄个，
精神上的负担，啊，還有经济上的这个负担，对因来讲吼，有当时有点不堪负荷了哈。啊，所以咧，咱政府当然对着这部分哈，做希望讲吼，让因来减轻因的这个当然减轻因的负担啦哈，啊，做来协助因啊。那么目前啊，就是讲咱即马有诶这个长照哦，诶，这个辅具的这个部分，诶，大概是啥物种诶这个内容？是，这个部分哈，咱按。即照顾开始讲，因为家庭个有了即需要照顾的长辈呢，第是家庭的支出，吼，对，劳力，跟精神，就是劳力跟精神，所以这两个是足大个问题啊。对啊，啊，所以伫即照顾的部分呢，咱即马有一个叫做咱有三大项目，即照顾部分就是居家服务，就是讲你当你身体状况有需要协助的时候，我们申请居家服务，就是咱有透过。咱目前为止的契约，有差不多73个这个特约厂商，啊，内底有2500几个这个居服员，啊，就是你若申请就派案，依照你的，咱来经过照管中心1966这样，吼，啊，那个卡电话也是提出申请，啊，恁的照管专员就去评估，啊，提供服务，啊，你若讲居家服务的部分，伊就。配合咱的这个特约厂商，爱就派居服员去处理，给你倒三缸。重点是啊，呢，重点是的，给你倒三缸，啊，你的经验评估你需要的时间，需要服务有哪些，那我们就透过居服员去提供服务，啊，这第一个居家服务，啊，另外一个社区的一个照顾。啊，社区照顾就是讲，咱是社区有成立63处的这照顾点，就是日间照顾，啊是这个托老中心，啊包括了社区性的，啊，因来就透过这个社区性的时阵，你唔爱无去上去伫这个无来处理来到三江，但是咧上峡谷咧就给咪这日照中心，啊这个日照据点，好去可以提供这个照顾。这是第二项嘛吼，啊，目前为止咱有63处的这个照管的这照中心，啊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，吼，你这样无啊，啊，你需要专业服务，啊，专业服务的时候，咱有83医疗院所，包括了大型病院啦、诊所啦，哦，这拢他们客用，爱的就近提供咱的家里面到居家里面去做专业的照顾，包括了家里。翻身拍背啦，好，你都得要翻身拍背啦，哦，啊，一挂专业的治疗师啦、营养师啦，啊，职能治疗呀，哦，啊，这一挂居家加专业，加医师、加复健师等等，也可以给你做一挂专业的一些协助，我觉得。整套的这个服务，就是在社区内底来做这工课，好啊，就提供给咱这个住户呢，啊，伊伫这厝里内底啊，伫个是要提出外口，要去中心啦，啊，是要去社就近社区啦，啊，是要当厝里，哦，拢会当提的，不管你安怎选择，对，当提的这完整的服务啊呢，就为这些。这个是他都话咱局长在讲的啊，轻度、中度、重度啦，哈，比如轻度的，有阵时啊，你就是居家服务员去都会使啊。你可能去几点钟帮你煮三顿啊，吼，啊是讲内底宽宽的，有当时无咧开啦，通去整理迄落厝内底嘛，吼，啊是讲洗衫，这可能较劳力，有当时啊，这是大人吼，伊可能有当时啊，有点吃力啦，吼，啊那是个较。进一步的是讲，日间照顾啊，是讲吼去附近的社区。啊，那搁较严重诶，有人可能就是倒伫迄个所在，他连动都没有办法。对，伊可能连叮当都无法度叮当啊。那么就是像阿多咱局长讲诶吼，有专业人员吼去改做类似啊，像阿多咱局长讲诶拍背啦吼，是讲一寡较专业诶，一寡较专业诶职能治疗啦，啊，失能赋能，对对对，这些部位当个替协助。那么就是讲有当时啊啦吼，咱除了这部分吼，这部分诶即个照顾。当然啦，这个长者有当时啊，因需要一挂辅具，哈，比如讲行动上的啦，哈，啊是讲咱有迄个厝内底是毋是讲有迄个无障碍这种哈，修缮啊，是讲哈，这个方面的这个设备啦，那么我怎样讲这部分，咱市政府家嘛才积极哈，来个恁的这民众哈，给咱这照顾者哈，做一个倒三工啦，那么对这部分是毋是局长嘛，给咱做一个介绍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这个有关的辅具这个部分，其实辅具吼，对咱正常人无感觉。对。但是呐，对迄个身心障碍者，伊无记得扛钢骨，对，伊就寸步难行，可能都无。什么代志都免做，嘛无可能免做。对对。啊，所以辅具的部分，咱经过这下时，咱有这个
有这个辅具资源中心，咱伫这个关电视咧，吼啊，这个咱的台南市民生路遐无障碍诶之家来电嘛，就辅具中心，啊个嘉义诶六安六安活动中心遐门啊一个，啊，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三个。咱就是讲提出申请了，好，1966嘛是1966提出申请，啊，然后经过咱的照管中心去做评估，啊，评估了，你就提出三位来评估嘛，有一个治疗师，哦，职能治疗师去给你做评估，啊，评估了也提供这个服务嘛，啊，你相对的，你包括了简单的。咱的生活辅具里底，咱生活辅具里底有包括咱的，比如三角架啊，啊轮椅啦，或者电动轮椅车啦，哦，这个都可以去提出申请。基本上，咱的长照2.0里底呢，它是3年有40,000元的一类辅具补助，三当四万块，一个人，哎，一个人3当4万块，这样子这个费用算也资助的很高了，可以了，哎，阿姨你当选择你要用的，哦。啊，你提出这个部分，我们经过辅具这边，啊，我们就来提供协助。但是现在有一个较趣味的所在，要甲各位报告，就是讲话呢，伊就是咱有一个这个咱一个代偿垫付制，代偿垫付制是100零2年的时阵呢，咱其实因为你这个些家庭来电哦，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家里的负担就是已经出动啊。啊，你搁要付这条去买辅具，搁付这条钱。哦，对啦。好、哦，双重负担嘞。对。啊，那个迄条经济不是讲介强势啦，那是弱势家庭，我爱烦恼搁更严重。啊，对。啊，所以咱3年40万块是没有错，来补助。但是你比如讲，你这个咱代偿垫付制，100零2年的时候，咱推动是哪双轨制。我申请了，我去买。还是订了我去买，啊买了我钱拿了开来申请。哦，啊，即马唔是，咱即马有即个215间的即个厂商，他们有契约，所以包括市内底156间，啊，挂管市的63间，你唔只算无，你只算无间，咱有契约嘛。算讲，互伊更加弹性啊，方便，互伊需要的人吼，较。算讲较体贴、较贴切、较贴心的做法，对。啊，所以伊来去申，只要经过单行申请，哈，啊申请了，咱核定给他以后，他就直接会找我们特约厂商去购买。啊，购买了以后呢，你自付额当然你家己自付的吼，但是有些是不需要自付额的啦，他修行的面嘛。啊，你了，即摆就厂商帮你去处理完，啊车。厂商来甲阮政府单位申请，好，就是代偿垫付，就垫付哦，点破你点开啊嘛，阿姨就家己去帮你处理。所以说，你目前为止你是基这个家庭里面是不用再付钱，所以你负担更加轻了。对，啊，就算有是自付额部分嘛，好不多啦。啊，所以这种情形啊，先变成这代偿垫付制的部分就好。这是个别服个人生活服具的，啊，另外就是环境的改善，环境的服具改善，环境服具的改善就是讲，咱基本上原来因为你本来没有生冷没有问题啊，书本要洗物件啦、洗面啊、要冲上如厕各方面都没问题，啊，但因为这样子你在家里面，你必须要居家环境的一个服具生活的这种无障碍的改善，好，所以那变成功，你包括你的洗脸盆呐、啊，或者帮你上厕所的一些辅具啊协助啦、有时候或者里面家有坡道，好，因为浴室啊，吼、老大人入去到浴室吼上危险啊，对，啊，佫惊不倒，惊滑倒，啊，佫无关关格格，坎坎格格，啊，所以伊哪会买是为了斜坡道协助啦，对。哦，啊，个伊包括比如我本来，家己要做些物件，哦，抽油烟机会当会当调整啦，吼，这个东西我们就以职能治疗师去帮他去做，哦，去做评估，你申请，然后就帮你做评估，有核定给你，啊，就帮你去装设，嗯，啊，所以你怎么个人的辅具，还有生活的这个环境辅具。因为咱的这个算讲吼，咱做个足贴心啊，就是讲。啊，我有轮椅，啊，我也袂叮当。我轮椅都袂入去，都就个坎坷那里啊。我迄轮椅嘛，我较坐啊，吼，所以吼，咱个贴心哦，去想讲吼，啊，恁兜是毋是有即无障碍空间呐？对啊，恁兜若无无障碍空间，可能伊多咱即个环境。当然多少钱一块多。哎，咱即个环境来对了，迄个轮椅当面的时候，那这样子对因的即个效果也是只有一半呐。对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就是讲个做到。到位啊，吼，可以吼，诶，传播吼，伫咧厝内底上起码伊安尼吼，
通行无阻。对对，最起码伊生活会当去得到一个改善啦。是啊，因为失能啊，我们就得到给他协助到。嗯、对。啊，那个就变得比较贴心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么咱目前吼来申请的这个民众啊，他们是不是很热烈？嗯，这个物件讲热烈，我嘛感觉应该是安尼讲啊吼，应该是讲在需要，他的需求非常的大，嗯哼，吼、哦嗯，啊，目前为止呢，咱家到今年吼、哦，到家的时候、嗯，可能是我那个冠状病毒的有影响到、哦，目前为止是4000几件来申请啊，啊，医用的话。弄潮7000几件哦、oh. 啊，7000几件一单、oh. 7000几件这辅具也这补助啊，给你高进4000几件、oh. 啊，因为后半年可能这个部分可能会、oh. 会因为一要开始要去行动嘛， mm. 有些新的产生失能的状况，他就会赶快来去提出这个部分。是啊，所以头头我甲各位报告的讲，目前为止失能的话。如果说12.7%的比例来算的话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大概会有38000多人需要这样子的协助。哦，啊，那就是还有很多人没有来申请。对对对对，而且38000多人来的，我申请了啊，嗯，啊，后边现在不申请，也过来不申请。哦，所以今天那你这部分吼出去了后，咱的民众看到，还是讲别人哦，邻居啦、亲戚有看到，哎、欸，感觉讲伊有需要，无条条吼，透过安尼吼去转达，互伊知影讲，哎、欸，咱的政府有这种的这个福利啊，吼，安尼伊买单吼，算讲争取家己的权益啦，吼。对对对。那么就是讲，哎、欸，咱今嘛吼，好像卫福部有讲吼，这个辅具会当用租赁的，嗯，好，比如讲，我当时可能吼，这个人用的时间不都等啊，吼，啊，他要去买这个辅具，对于来讲吼，说实在的，买了之后啊，以后可能今嘛用，那像咧红眼啊，小想吼，啊，哎呀。买一个婴儿车啊，吼，啊，可能这个囡仔吼，大概他会直接捏回说，啊，婴儿车用不到了，吼，可能爱转去给其他的朋友、邻居啦，还是讲亲友啦，啊，咱这种的辅具，有些嘛是安尼啊，吼，他可能有是一段时间而已，那一段时间来讲，吼，有时候他买了也是本来就有负担嘛，啊，现在买来个用一段时间没用，吼，他可能也是一种。浪费啦，哈，啊嘛是有一种吼经济上的压力啊，啊，所以咱即马卫福部讲有种即、这个辅具是用迄、那个租赁的，吼，啊，这方面吼，咱是不是请局长嘛，甲咱做一个介绍？这租赁的部分哦，我那迄个关键啦，3年40000块钱的这额度啊，补助的金额啦，啊，我们现在有跟签约的，因为是3家嘛，哈，啊，这个签约的部分，那我们也是一样。从1966这边提出申请，或者亲自去申请都没有关系，方便就可以。啊，你提出申请了呢，啊，我们是一样去评估，啊，评估以后你就这个核定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去用选购的或租用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在讲这个部分是租外部，我们租赁的部分。啊，因为有些失能性，它不是长久性的失能，它可能是譬如讲。摔倒，老人摔倒，啊骨头断去，啊是什么种的？啊这段期间，伊需要咧，伊需要一寡简单的物件，哦，包括着咱的这个，咱的这个辅具，包括咱的脚架啦，吼，啊轮椅啦，或者电动轮椅啦，或种种些，哦，啊有简单的短期的那种呼吸器治疗器啦，哦，遐拢会使，就是透过我咧客户这厂商咧。会当去甲咪做租用的，就租赁的开了。啊，你租赁了无要紧啊，到时都租金偌济都叫我咧叫我咧补嘛，补助嘛吼。啊，你若到尾无用，哦，你就直接行伊。嗯嗯。好，安尼，这个代志就可以减轻你不用购置的一个大笔经费支出。好啊，另外一个部分，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话，会当去好啊去运用你的这个，但是。咱个厂商可能订用嘛，虽然是旧的，但是伊买进的一份保证啊，得品质，使用品质。哦，对。啊，你旧的进来，你要维修好、整理好，啊，消毒好，再把它重新把它整理好。所以讲，对下一个人要用的时阵有保障啊。有保障，啊，佮另外一个我要附带保险。哦。哎，要附带保险。哎，你买旧的物件啊，坏去啊，啊，你讲我弄坏。对，所以说，我们还是要替。使用者啊，去想到一些问题，就说第一个，他使用的品质、使用的安全，对啊，另外第二个，使用的保障。所以这嘛是哈，算讲政府在替咱把关呐，哦，替咱这哈需要长照的人哈，也做一个安全跟健康的这个把关呐哈。那么哈，其他哈各种这资源的这个
整合，资源再利用跟再环保，对对。啊，无你放一定都大家拢一袋，系啊，造成地球的负担。啊，其实有足侪拢麻烦，啊，这放下了啊，唔咪要移去倒？对啊，那个蛋雕上无菜，无菜，蛋雕放出来，这个变形好像也是一个垃圾哈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即马用这种方式吼，算讲吼，就是讲资源回收啦，啊，迄个环保咧再利用吼，这嘛是对咱好多我讲的吼，这个地球吼是一个这个减轻负担啦吼。那么我只能讲吼，就这方面啦吼，当然是需要的人爱去申请嘛吼。那需要的人伊申请爱有啥物资格？这个部分吼，伊申请资格其实要申请辅具款率，伊无定较足严格啦。啊哈。就是咱的这个。私人评估的 CNS 的部分，如果到了2的时候，它有2级的时候，好，这个博弈然后提出申请。所以基本上，你只要符合我们刚才这个高龄照顾，他说供的高龄照顾，如果说老65岁以上的，好啊，这个咱的原住民的部分，好啊，大概是55岁，那个55岁身心障碍者这三个标准，而且在 CNS。这个私人评估在二级以上，基本上都可以提出申请。他没有，因为这种辅具的部分，你个含量上严格吼，是对需要的人吼会产生困扰。啊，所以基本上我们难道到二级的时候，一级不行嘛？好，一级出位就简单的出二级，到二级的时候评估可以的时候，基本上拢会当提出辅具的申请了。啊，恁今嘛吼提供的辅具差不多是什么会啊？搁有啊，像因啊要去租，要去倒租。因咱这个部门是讲，咱的我那打1966，含1966这啊，咱的特约厂商也提供特约厂商，啊，另外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吼，台湾社会局照管中心来的网页上面就有公告在里面，啊，你也当去看网页那几家啊在哪里，我们就近去跟他打电话联络，啊，然后就会提供服务。这个部分就很简单，免讲说甲足迄落，你足简单的讲去阮小的叫个照管中心的网站去看，啊，就登录落来，对，当对咱找着厂商直接联络啊。啊，若无就开1966。啊，伊辅具的内容？辅具的内容就是我们经常性的生活辅具都有，就是咱一般咱这个辅具申请的部分，你遐项目，甲咱即摆项目拢共款，就是讲。包括了日常生活辅具，我搞到共轮轮椅啦，电动车电动代步车啦，还有电动床啊，呼吸器啦，拢总17项，拢总17项几多啊？17项啊，像好多话咱讲诶，讲无障碍啦吼，第一出来在无障碍环境啦，咱大概是做啥物程度？比如讲咱可能想会搞的是讲吼，你讲诶斜坡啦，还是讲吼，伫个浴室内底一挂设备啦，啊，搁有啥物会？啊，搁有咱的生活性的床哦，床铺啦吼。还有其他的这些，咱比如讲修车，扶手，哪里需要扶手，还有一些纸滑等等这个部分，就是说如何去让你生活畅通的部分，我们基本上只要我们那个项目里面会有的部分，那经过咱的这个咱的评估，职能治疗师去评估了以后，去看了也可以设计，替你设计，然后就可以提出这个申请这样。那么吼，就是讲咱咧这段时间啦吼，安尼甲咱的民众来协助啦吼，啊有去申请的人吼，咱是不是有拄到是寡较特殊的案例？哇，就是一个核销的问题产生的结果，就是讲第一啦吼，咱职能治疗师去了，你申请了职能治疗师去处理，给你做评估嘛，啊评估了得依照这样跟你规划出来的。啊，结果你规划出来的，跟你到时候你，因为你也去要求到你的这厂商啊，评估了的规划是安尼嘛，你也要求你的厂商改些，但是拢无去甲职能治疗师去做调整，啊，所以变成你做出来的结果跟原来的结果不一样啊，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啊？好，这因为你职能治疗师是专业嘛，你也可以评估过你需要什么，啊，来自己设计规划完了以后。啊，你也请厂商去做，啊，厂商做了了，发觉讲，哎，你要改这，啊，拢无甲职能治疗师用，就变成结果跟原的规划不一致。所以厂商去咧做的时候，伊嘛是按照迄个职能治疗迄个规划，所以这沟通就重要。对，这是第一类，啊，第二个问题较经常性发生的是，当然咱拢会甲协助到解决啦，因为嘛以这个。
这个生活者、使用者为优先嘛。是。那买是去配合去看安那来做调整，这都没问题。只是讲会弄会发生这代志安尼。所以咱职能治疗师那是去领导，你给你评估的时候，你爱跟职能治疗师沟通好好，沟通好好。特别讲吼，你无跟伊讲好，啊，叫做职能治疗师去跟这厂商讲的时阵，啊，伊用伊的方式去跟伊讲嘛吼，啊，结果你他顶下伊来要做的时候，你搁改讲一种方式，那他会变成说，做的人吼，他会有困扰啦吼，所以咱就是这个职能治疗师在跟你沟通的时候，你爱跟你需求讲清楚啦，系啊，啊，个第二个较精彩发生的就是讲，比如讲洗漱卡，啊，洗漱卡这不是你的啊，因为你用了一定会改，一定会讲到。哦，啊！着厝头家，你也无接到咱的这个厝主的这同意啊啦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也是很重要啦。房子不是你的嘛，你没有想到，你还不会想哎。哎，阿弟也产生一个困扰的啊，所以我们还会建议说，如果像这样子的话，你要不要先跟房东去取得连结啊？然后你自己的取得同意，或者你有自己的房子，当然没有问题，有所有权啊，房屋的缴纳、房屋税缴纳证明，这个都没问题，都合法的 ，OK 嘛。啊，如果没有的去租赁的话，记得不。我们可能要特别去注意那个细节的部分。所以局长有跟咱提醒的，这吼，有时就是讲，唔捌申请过的人，伊可能无拄到，但是因为咱局长家业务吼，因为伊的这个业务太多了吼，来申请的人可能有产生的这个问题，先提供。给我们这个还没有来申请的民众做参考啦，安尼你特别重复哈，重蹈覆辙，安尼你家己吼，到时是麻烦啦哈，可能哦，因为安尼来延期啦，或者是讲哦，因为安尼无法度完成你要爱的需求啦哈，那么这样子哈，当然啦，我咧想局长的想法就是要给大家哈，一次哈把它做到到位，一次到位了，一次到位了，是，那么哈，最后咱局长刚给我上面，我要跟熊金平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咱这个有也够足侪这个。有关的，咱会当享用到的这个权益吼，就伊是长照2.0内底吼，伊是足侪项目。长照2.0的，长照1.0的时候只有8项而已。那后来长照2.0增加到17项，包括日间照顾中心啊、照顾据点啊，是治疗人的部分。所以今天短短时间我无法度完全去讲啊足清楚。但是这个部分的话，咱就需要先，咱透过咱1966的部分哦，1966家吼，会当让大家变成一个管道，一通电话1966去，咱会当把这咱所有需求给了解足清楚，啊，这样得到咱上完整的服务，家庭的部分来减轻足侪的负担，这是足重要的代志。是，当然啦吼，咱希望讲，把咱的这个长照吼2.0这个部分吼，做好一个较需求，让咱的民众更加需要了哈。那么我希望这嘛是咱市长吼的动算到今嘛吼，伊将努力吼咧拍平这块吼，咧照顾到咱的一个吼时段的一个部分啦哈。那么咱市长有啥咪市长吼。其实是真关心咱的长辈啦，尤其社会福利的部分啦，伊嘛每经常在有当个来，感觉来的时阵吼，拢会耳提面命啦，希望说咱的社会福利这个部分，事实上讲，所有的这代志来，在社会福利看民生的这個民众特别愈来愈愈密切啦。你敢出事的托婴，一直到百岁年后。包括高龄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完全拢是一起，包括妇女、儿童、少年，等等这拢是社会局来对。所以市长对这个部分拢希望讲，咱社会局的这工作都能够前瞻部署，以及咧强调前瞻部署，等于讲咱来行伫头前，当提供更加大的服务，对啊，也能可以更好，对啊。所以说一直在强调这个部分，所以市长对这个部分呢。完整一起当一下，诶，要求阮社会局一点往前冲啊！就刚才都跟他讲向前行，只要方向对了，就离目标不远了。我们局长吼，很这个忠心的执行咱市长的这个向前行。那么咱今天感谢吼，咱台湾市社会局长吼，咱陈荣之陈局长吼，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讲到吼，咱这长照2.0吼，对着咱一寡长辈啦吼，诶需求吼，尤其是像一寡行动辅具啊，搁有咱居家无障碍这个设备的这个协助吼。那么嘛，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，我是弯弯吼，咱台湾向前行，我们下次见。